那一天，我参加了国防部举办的精英专案活动。两天一夜的课程中，我们参观了陆军、海军及空军官校。教官说，国防部每年举办精英专案活动的目的，不仅是要增加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对军校的认识，在就学跟就业方面能有更多元的选择，也是希望提升大家的全民国防意识，以实际的行动亲近国防，加入国防。陆军官校是我们活动的起点。听完校长张杰少将的介绍后，我们立刻分组参访校史馆及教学区。在庄严宏伟的校史馆中，陆官学生细心为我们介绍陆军官校光荣的历史，让我们对黄埔精神有初步认识，也知道过去有这么多先贤先烈为了保卫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真的很令人感佩。紧接着，在教学区中，陆官也安排教学成果展，针对学校教学环境、设施特色等展览内容进行解说，开放我们参观及亲身体验，激发大家对未来学习成长的期许。到了晚上，在中正堂也有精彩的精英晚会，由三军官校学生社团担纲演出，展现官校生允文允武的一面，他们热情活泼的表演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跟电视上一些拍摄军事影片就感觉起来就是比较不一样，这边就环境啊，然后硬体设备或软体设备好像都很先进啊，然后环境整个也都非常的大，然后资源也都非常的好。如果觉得成绩可以的话，上得了的话，我觉得愿意来试试看，这样。就经过这次的参访，就是有看到军校一些可能比较新颖的设备，然后对于他们里面的生活，就可能也不是像自己原本想的，就是那么拘束，又稍微自由开放一点，让我更想就是加入军校。因为爸爸以前是军人，然后爸爸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负责任，然后很爱家，然后外公也是职业军人。就带给我的感觉都是很正面的，所以就想说到军中能够有不一样的改变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搭车前往位于左营的海军官校，欣赏海关军乐队及鼓号乐队带来的乐曲演奏，高度默契搭配多元的队形变化，真的超厉害的啦。然后呢，海军官校特别展示 AAV 馆、飞弹发射车、深海潜水装备等海军现役装备，同学们在官兵协助下体验穿着潜水装，体验海军平日训练的辛劳。还有，我们也登上昆明军舰等舰艇，听着官兵介绍舰艇性能，对海军舰儿保卫海疆的战力有多一层的认识。就是原本就有一些报考军校的意愿，然后借由参加这一次的计划，然后有更加了解，就是参观各个单位，然后也有更加了解他们教学，然后跟以往想的也不太一样，然后让我更想要加入国军的。就真的实际穿上去的话，就感觉我真的很重。那你们看海军他们这样穿着走路没什么，那可能也是穿上去的话，执行作战那真的是下了蛮大的功夫在练习这些东西。是国中的时候考进中正预校，是家人反对，然后因此这次参加精英专案的活动，然后以及参加学测，然后让家人相信我、信任我，所以让我更坚持我自己的梦想，所以我想考进海军官校，然后报效国家。哇，这里怎么有这么多飞行器啊？原来这里是空军航空教育展示馆，它不仅是全国唯一可以悬挂展示航空器，也是国内最大的航空器展示馆呢。空军官校特别安排我们进来参访，真的是太幸运了。这次记得来喽，
你一定想不到我们还可以走到大屏上，近距离参观空军雷虎小组组合操演，看着涂绘蓝、白、红色彩的 AT3 教练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，超过瘾的啦！来参加空军的活动，一定要进入模拟机室操作模拟机，体验飞行员驾驶战机遨游天际的快感。许多初次体验的学员们，看着荧幕分不清天南地北，真令人发自内心佩服这些能轻松驾驭战机翱翔天空的中华民国空军。就是刚进去的时候，那个解说员就讲了一大串，感觉好像全部都要记起来，好很厉害。然后就是上飞机的时候，还要开一些东西，关一些东西，然后都好像要记得很清楚，不然在空中这样好危险。我的目标就是空军官校，对，然后看了这么多，还有去参观飞机，教官都会跟我们分享军校的生活，还有军人的生活，就觉得很向往那样子。两天一夜的精彩活动，让我们每个人都亲身体验了一场全民国防知性之旅，也对军旅更加向往。我想，无论将来能否加入国军的行列，我都会以国军官兵为荣。中华民国国军，加油！